欢迎继续收看《婚姻新闻》，到底来关心地方的大小事。在南乡含着了麦元宵夜巡活动，是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。其中的社会脉一度是来失传。几年前，有居民开始复兴，同时嘛来争取这项民俗登入文化资产。今年元宵进前是传来好消息，和婚姻馆政府登入为无形文化资产。不过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元宵迄暝是干那有举办社会脉仪式。4天3夜的夜巡是来促销，这也是百年第一届来停止这个活动。水南乡韩记厝顺天宫韩记了马的元宵夜巡活动是已经有百年的传统，其中包括廖景、社会马、跋大姑等等习俗。今年是得到婚姻馆政府来订立馆内的无形文化资产。夜巡呢，第一就是面汤啊跑，吼、哦、啊面汤啊跑过来嘞，社会马，吼、哦。啊，两桥脚，吼、哦，佫刷落去，犁桥，喏、哦，拢犁无停啊，犁啊，信徒无啊多，咱才来停困安尼。今年吼、哦，啊，都拄到县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阮申请五六年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得到这个无形文化资产。其实元宵夜巡中的社会脉仪式是曾经来失传，几年前伫咧地方居民的努力之下才来复兴。即马每年的元宵是拢吸引全国各地信众来前往欣赏体验。啊，一挂老辈咧讲，啊，咱即个较早有传统的吼，嘛爱继续，再去开始，搁落去社会脉。进前是较古早咧，是较简单。啊，即马吼，啊那那像啊用咱的竹米啊糊糊嘞吼，啊那糊啊一下像火马安尼，啊内面佮甲你用一挂只烟火只炮安尼。元宵节就特别到咯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庙方是决定社会马仪式会如期举行，但是夜巡的活动是将要来取消，百年以来第一届停办。嘿，啊今年吼拄好拄到政府疫情的关系无开放，啊咱有请示咱的圣母，圣母讲拄好拄到这吼。这是天意，哈、哦！阿扎雷停办安尼，几百年诶，毋捌停办，拄即届拄停办，社会要照常，吼、哦，咱都安那传统，吼、哦，安那照传统诶礼俗，先煞叫一寡只各校诶学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诶庙方即边诶灯笼，互因去画来咱庙口遮有一个灯笼隧道。吼、哦、啊，来互参观安尼。欢喜闹热来过节是台湾的优良传统，不过也是提醒民众，到人较挤的所在，也是爱记得挂好嘴暗，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。记者王可山采访报道。